位于香港仔大道鸭脷洲桥道回旋处隔离的景惠花园，楼龄超过30年，只有两座大厦，提供实用面积500平方尺以下的两房或者三房单位，一层只有4伙，二座部分单位可以望到深湾游艇会和步长湾，一座就受到日港居少少的阻挡，但仍有小部分的海景。景惠花园缺乏住客设施，但屋苑前面有横跨香港仔海旁道的行人天桥，住客到对面街的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亦很方便。附近亦都有俾青少年作文化艺术创作的蒲窝和运动场等设施。有养宠物的话，附近亦都有涌尾宠物公园。虽然景惠花园和比邻的物业都持有地铺，但民生商铺不多，居民購物主要到香港仔中心或者外區，而對外交通就依賴巴士往返港島商業區。步行到港鐵黃竹坑站需約15分鐘。另外，亦都有渡輪往返鴨脷洲同埋南丫島。